11年了。我刚练的时候50公分都做不了，然后我们慢慢的练，慢慢的练，现在上了21米的高空。做大蛙式基本功是很重要的，我们每天5点半起床练基本功，然后上午练舞蹈，下午练做钢丝。需要有勇气，他才能完成大蛙式的表演。是的，是的。没有很多的表演项目，没有很多的比赛项目，可以看到这个比赛的越来越丰富。这个民间的艺术越来越丰富，走到这个现在运动会的现场。中华民族16个字一样抱到一起，中华民族的一个精神给我们这么大的勇气，这个勇气在我们现在走到我们自己的这个艺术力里面。